们的意见很腻，要去另外一间才好吃。来吧。我你去配哦。제대로신나야겠다슬리퍼가됐어무섭다바이바이안녕자주연락해연락해안녕이란님도안녕잘부탁드려요잘가요바이바이意境很腻之后呢，弄着玩在看看我们晚点要去哪里。他在耍飞中，他今天把他朋友气走了，他朋友自己跑出去，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小孩。也会安妞嘿，安妞，赶紧请假又去那玩了。工作结束要去咖啡厅哦，眼睛睁不开，眼睛睁不开，别生气。我的大哥要你哦。OK， 一点都不帮女生，哈哈。맞는데그예화그원두좀사달라고했어오늘루아커피먹어봤어어어땠어아씨超级有名的一家咖啡厅，它是三楼的 view 超狂，就是因为看到直接就是大海，超美。아아저씨이렇게먹는구나미쳤네이거는카드여기있어이거다드시고가세요진짜왜네요근데어제는4명오늘은5명来看一下这个，你们要睡着？안보여야가만있어미쳤나봐얘나하지마안해도돼하지말까나깜짝놀랐잖아이거들어내가봐야돼왜냐면너를아니아니네고개를들고개를이렇게들어어때요안보인다고맞기네안보일수가있어아내눈썹이원래없어서아니여기끝을보고여기끝을보여서맞아맞아차이나보여줘我就没办法做这个，所以我休息。哦，屁股很翘，屁股很翘人家乞丐也给他对对，就是那个人家给那个流浪汉的食物。
发酵。发酵哦，你个光子。哦，我们在 X 啊，大力。很想买这个跟李敏赫一样的这种背心，我身上也有穿一件，但是是非常普通又薄的那一种。嗨各位，昨天呢去济州市逛完遍地鸡，然后回到家，其实昨天开始闹晒，然后前天晚上开始的，然后昨天出去又忍了一整天，就很不舒服肚子，然后到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很痛。那原本今天要答应跟我们家的弟弟还有姐姐们，就是一起出去爬那种步道。对，因为他一个人要去，我们想说要一起去，但是呢早上下大雨，加上我还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我就没有去。那刚刚姐姐去帮我买的药，然后没办法吃东西，希望呢可以瘦一点哦，因为已经就是上厕所上到屁股很痛了，因为整天都没有吃东西，然后真的是饿到一个夸张。然后呢早上真的是很可怕哦，大雨，然后还打雷、闪电，就下雨，下午天气变这么好。配电视。拿定那个，不记得我。没有放我微商。